去茉莉二手书店买四本书，196块钱。这个《逃离之地》，我在奥克尼群岛的戒瘾日记，艾米·利普罗特，艾米·利普罗特。还有一本《我和我家附近的菜市场》，高雄人文旅游与美食。然后还有一本《台湾当代作曲家》，台湾当代作曲家。然后还有一本《高雄小吃》，黄辉荣编著。黄辉荣编著，四本总共196元。那我回来的时候就经过了金牌葱油饼，那还没有卖完，上次要买的时候已经卖完，这次还没有卖完就买了2块，那是其中一块。一份50，一份50，买了2份。现炸的，那个韭菜很多。韭菜很多，咸香酥脆。满满的韭菜，非常的扎实啊。